我是 Violet 啦，咁主要是今次呢個工作坊的藝術導師嚟嘅。咁我哋今次工作坊咧，其實首先咧就會去深水埗啦，咁同佢哋咧就去發掘一啲唔同嘅材料去做呢個用現成物嘅馬賽克作品啦。咁我哋去過鴨寮街啦，咁揾一啲電子產品啦，咁又去過汝州街啦，揾一啲豬仔嘅產品啦。亦都去過玩具街啦，去揾一啲玩具去做呢個作品咯。我係喜來登酒店嘅義工，亦都係呢個 project 嘅負責人啦。咁我哋同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合作咗18年噶啦，每年都有唔同嘅 art form 會同一個慈善團體合作，會俾翻啲小朋友創造一個藝術同埋一個表現自我嘅機會啦。咁其實今日我哋就同 Music Children Foundation 去做翻一個關於深水埗嘅一個藝術活動。咁個作品係一個飲品機嚟嘅。入面有綠茶啊、汽水、可樂啊，係好多唔同顏色嘅。係啊，咁佢用咗唔同顏色去砌翻個架出嚟，跟住就用啲細啲嘅珠啊，同埋啲工具去砌翻啲飲品出嚟。咁、那個製成方我覺得都好好靚嘅。即係嗰啲即影即有相機裏邊嗰啲菲林，因為啲菲林可以記錄低好多唔同嘅回憶。佢哋好叻咯。他們會去買東西，自己懂買東西，自己懂回來，可能給了一個主題他們就會懂做一個作品出來。就是買材料的時候最深刻，因為很好玩。他們周圍，我們周圍走了很久，又可以周圍走了很久，很熱帶，很好玩，一路可以去看東西，一路買東西，我挺開心。很多小朋友他住在這裡，可能平時很少接觸這些物料，那我希望他們呢透過今次的工作坊就認識他們本身住在這裡的地方，還有了解他們平時在這裡的物料除了是工業用之外，還可以做一些藝術創作。我住在深水埗區，成日行北學街，隔離有玩具街，去一條街那裡找那些五金物料來做一個風扇。未試過。深水埗咧就有好多攤檔咯，好多人好熱鬧咯。估唔到嘅係原來呢啲唔同嘅物件，佢用啲珠仔啊，或者係五金啊，或者係工藝品砌出嚟咧，原來有砌到嘅。用唔同嘅物料拼拼埋埋出嚟，原來有砌到一幅好靚嘅東西，有佢哋自己故事嘅東西。